大家好，我是马克。本期是一部获得5项奥斯卡提名，但基本没什么故事冲突，却是我最喜欢的电影之一《天使爱美丽》。小女孩艾米丽是家里唯一的孩子，童年在孤独中成长。艾米丽的爸爸是个医生，不喜欢的事情有：小便的时候旁边有人，别人嘲笑她的凉鞋，湿淋淋的贴身泳裤；喜欢的事情有：撕大块大块的墙纸，把皮鞋排好，一双双擦亮，整理工具箱。艾米丽的妈妈是一所学校的校长，经常容易神经紧张。不喜欢的事情有：洗澡时泡的手指起皱，手指被陌生人碰到；起床的时候脸上有枕头印。喜欢的事情有：电视上花样滑冰选手的衣服，把地板擦得亮亮的，整理手提包。艾米丽和一般的小女孩一样，喜欢让父亲抱抱她，可父亲除了给她做医疗检查外，父亲才会碰碰她，但也不会抱抱她。难得的接触让艾米丽的心脏像敲鼓一样狂跳不止，结果父亲认为艾米丽心脏有问题，不适合去学校，只能在家跟着妈妈学习。艾米丽没有小朋友一起玩，家里只有神经兮兮的妈妈和冷冰冰的爸爸，艾米丽只好整天沉浸在自己幻想的世界里，给小鳄鱼看病。哎，已经到了晚期，想吃点啥吃点啥吧。艾米丽唯一的好朋友是条鱼，但家里的氛围搞得这条鱼都抑郁了，也有自杀倾向。最后鱼没死，妈妈差点精神崩溃，于是做出决定将小鱼放生，连带鱼缸一起。失去小鱼，妈妈作为奖励给艾米丽买了一台简易照相机。艾米丽如获至宝，拿着相机拍啊拍啊，家门口发生了一起车祸，邻居油腻男戏弄艾米丽，让艾米丽认为是自己拍照导致了车祸。艾米丽吓坏了，回家打开电视机，认为是自己引起了一场大火，两辆火车出轨，一架喷气式客机坠毁。几天之后，艾米丽才知道自己是被戏弄了。为了报复油腻男邻居，艾米丽爬上屋顶，玩起了油腻男的电视信号线。每当运动员要射门，艾米丽就拔掉信号线，等几秒再插上，如此直到这场球赛结束。一天，妈妈带艾米丽去巴黎圣母院，祈求上天能让家里再添个小弟弟。没想到小弟弟没来，从天而降一个跳楼自杀的游客，妈妈被当场砸死。之后，艾米丽和爸爸相依为命，爸爸整天埋头在院子里修一个小小的陵寝，安放死去妻子的骨灰。寒来暑往，花谢花开，艾米丽盼望着自己快点长大，离开沉闷的家。1997年24岁的艾米丽在蒙马特一家叫双风车的餐厅当上了招待。餐厅主人苏珊走路一拐一拐的，却从来没撒过酒。卖香烟的乔吉特老认为自己生病了，不是得了哮喘就是坐骨神经痛。吉娜也是艾米丽的同事，她祖母是按摩师，她最喜欢掰手指。此外，餐厅的常驻客人还有一个不成功的作家，长着苦瓜脸的约瑟，他是被吉娜甩来的前男友。还有经常拜托艾米丽帮自己照顾猫咪的空姐。艾米丽每周末会坐火车去看父亲，艾米丽一直劝父亲出去旅旅游，看看外面的世界，可以去趟中国，比如去趟上海，不是蛮好的吗？艾米丽没有男朋友，交过2个，但是都达不到她的要求。不过她培养了其他小情趣来代替，比如把手插进谷物的口袋，用勺子敲破布丁表面的脆皮，用石子打水漂。艾米丽平静的生活在1997年8月30号这天被打破，戴安娜王妃在一场车祸中去世，艾米丽手中的瓶盖掉到地上，敲出一块砖来，里面有一只铁盒，装满了一个小男孩童年记忆的半导体盒。艾米丽做了一个决定，找到半导体盒的主人，如果他感动了，在那之后就继续做好事助人，如果他没有，那就算了。艾米丽先从邻居那里打听到40年前租客的名字，接着便按照名字一家一家找，找了几家后，艾米丽遇到几个同名的人，还遇到刚刚死去的人。20年都不曾出过门的玻璃人雷蒙告诉艾米丽，名字拼写错了，你要找的人不叫白肚图，叫白拓图。玻璃人雷蒙有天生的脆骨病，即便普通握个手都能骨折，家里的东西都用软布包上。雷蒙一直在临摹法国印象派画家雷阿诺的画，每年画一幅，已经画了20年。今年这幅画已经画了很久，接近完成，但是画面中女孩的表情却一直很难捕捉。雷蒙猜她小时候没有交过几个朋友，甚至一个都没有，才会是这个表情。艾米丽按照雷蒙给的地址顺利找到了白拓图，归还了她的半导体盒。艾米丽躲在不远处看到，她感动了，都感动哭了。艾米丽忽然感到一种难以言说的祥和充满全身，无比美妙的时刻，光线柔和，空气芬芳。艾米丽看到平时在火车站卖艺的老爷爷搀扶她一路走到火车站，帮她沿途介绍看到的一切，穿着华丽的妇人
花店爱笑的主人，卖糖果的商店，卖冰激凌的商店，一路将老爷爷送到火车站入口。艾米丽晚上在家看自己的纪录片《艾米丽：无家可归者和缺少关爱者的守护天使》，最终因为长期操劳过度，支撑不住，长眠不醒，巴黎的街头笼罩在一片愁云惨雾之中。艾米丽为世上奉献了一生，鞠躬尽瘁，自甘平淡，愿她悲天悯人的情怀永垂千古。艾米丽从家里拿走了父亲的人偶，准备交给空姐，这是艾米丽拯救父亲的作战。艾米丽在火车站碰到一个从自动拍照亭下面购废照片的男人，男人看向艾米丽的一瞬间，艾米丽像回到了6岁那年，父亲帮自己做医疗检查时，心跳加速，呼吸急促。男人起身去追谁，艾米丽跟在身后，捡到了一本满是废照片的相册集。约瑟是双峰车餐厅的钉子户，钉在店里，盯着前女友不肯放手。艾米丽想到了解决办法，艾米丽告诉约瑟，你天天坐在这里，难道没发现吗？说着艾米丽看向乔吉特，哎，他千方百计想吸引你注意，你这个人真是有眼无珠。晚上艾米丽又告诉乔吉特，你知道为什么约瑟每天都坐在那里吗？想想吧，他可不是放不开前女友，是另有心思。艾米丽这招厉害，我听过一个故事，一个人先找到比尔盖茨说，我给你介绍一个女婿，是世界银行的副行长，转而再去跟世界银行行长说，我给你介绍一个副行长，比尔盖茨的女婿。相册里有个人很奇怪，他跑遍全城到各个车站去拍照，可拍完又撕掉。雷蒙说，可能是害怕变老，拍下来做纪念。艾米丽说，有可能是幽灵，从另一个世界传过来的。这个诡异的面无表情的男人成了相册的未解之谜。艾米丽下楼发现蔬果店店主的钥匙忘在门上，想拿来给他，发现他在恶毒的欺负店员。艾米丽这还忍得了，天使也是有两面的。艾米丽偷偷配了钥匙进了店主家，把洗漱用品调换，在酒里加胡椒粉，还调了闹钟，临走时还在门上画了个 Z， 代表佐罗惩罚你。父亲的人偶不见之后，陆续收到不同地方寄来的明信片。艾米丽一直劝父亲出去旅旅游，父亲一直不愿意，现在好了，人偶自己跑出去了。丢了相册的男人到处贴寻物启事，艾米丽看到却没有立刻联系。床头的动物们讨论说，这丫头是不是坠入爱河了？台东猪摇摇头，天知道。蔬果店店主被闹钟叫醒，洗漱完毕，穿戴整齐，就去开门了，全然没注意，现在才早上4点钟。艾米丽牵的红线连上了，乔吉特和约瑟开始说话聊天，还一起刮彩票。聊着聊着，两个人就接上了电，干柴烈火，整个餐厅都在震动。艾米丽照着寻物启事的地址，找到了相册主人工作的地方，一间成人录像带商店。相册主人叫尼诺。店员告诉艾米丽，尼诺每周三去游乐场上班，在幽灵列车那里可以找到他。艾米丽从相册里拿出一张照片，夹在尼诺的摩托车上。明天下午5点到蒙马特高地旋转木马那里，记得带5法郎。尼诺准时赴约。艾米丽通过公用电话告诉尼诺，顺着蓝色箭头走。尼诺顺着地上画出来的蓝色箭头，一路走到了蒙马特高地最上面一层望远镜旁。尼诺投了5法郎。看到一个穿着红色衣服的姑娘，把相册放下就走了。尼诺赶紧跑下去，果然是自己的相册，只是姑娘没有了。蔬果店店主是个二皮脸，没有从上次的事情吸取到教训，依旧在欺负店员。艾米丽这次的惩罚更进一步，帮店主换了小一号的拖鞋，俗称穿小鞋，用一根针插在台灯电线上，还把电话的一键拨号给改了。店主费劲穿上拖鞋，被台灯短路吓了一跳，拨打妈妈的电话，结果接到了精神病求助中心，想喝杯酒冷静一下，结果喝到七窍通风。尼诺得了相册，失了姑娘，不敢罢休，到处贴寻人启事。艾米丽看到寻人启事后，打扮成佐罗，来到东区火车站某个自动拍照亭，拍完后撕掉照片丢在地上。拍完照，艾米丽拉开帘子，碰巧看到相册中那个到处拍照的奇怪男人。尼诺照旧到处收集废照片，找到了佐罗，拼完之后上面写着双峰车餐厅下午4点钟。下午4点钟的双峰车餐厅，约瑟和乔吉特之间的电一次就用完了。约瑟仍然坐在原来的位置，从监视前女友吉娜变成监视前女友乔吉特。4点10分，尼诺还没出现。艾米丽只能想到两种解释，第一，尼诺没找到照片，第二，尼诺还没来得及将照片拼起来，就被一伙突然出现的银行劫匪抓住作为人质。警方追捕劫匪，劫匪逃脱了，随后出了车祸，尼诺活了下来，但失去记忆。路上遇到一个老骗子，老骗子以为尼诺是逃犯，就帮他偷渡到伊斯坦布尔。在这里尼诺遇到了军队，他
他们带着尼诺一起去偷俄军的导弹，没想到撤退的时候碰到地雷，尼诺大难不死，从此被带到山区当了一个普通牧民，从此一生都喝羊肉汤，戴着奇特的毛线帽子。像这样的男人，艾米丽觉得不要也罢。正想着，尼诺进来了。艾米丽偷偷看着尼诺，写了张纸条让吉娜塞进尼诺的口袋。雷蒙画中的那个小女孩还是没办法琢磨透她在讲什么，可能就是个胆小鬼，面对幸福也不敢去追求。艾米丽回到家，电视里播着的节目叫讨厌鬼雷蒙。艾米丽的邻居雷蒙实在太讨厌了，如果艾米丽就愿意生活在梦想的世界里，如果她就愿意孤单单一个人生活，那么她绝对有权利糟蹋自己的幸福。艾米丽投了回形针到自动拍照亭里给打维修电话，同时尼诺也从兜里的纸条上看到星期二下午5点火车站东区自动拍照亭。尼诺匆忙赶到，一个惊天谜底将要揭开，照片上的人就是自己相册里那个到处拍照的光头男人。尼诺拉开帘子想一探究竟，光头男说别急，马上就修好。尼诺回到双峰车餐厅问吉娜，纸条是不是你写给我的？吉娜说写纸条的女孩去她爸爸家了，不过我也有重要的事情要告诉你。吉娜下班后和尼诺前脚刚走，艾米丽就回来了，问苏珊有没有看到一个提着塑料袋的小伙子。苏珊说刚刚出去和吉娜约会去了。吉娜坦诚告诉尼诺，我帮艾米丽塞纸条是因为我喜欢你，凡是不爱说话的男人我都喜欢。先让我考考你，吉娜问。一叶落，尼诺答。知天下秋，吉娜问。熟能，吉诺答。生巧，吉娜问。不以恶小，尼诺答。而为之，吉娜说我妈妈说过，肚子里装着谚语虫语的人坏也坏不到哪儿去。类似的我们也听过，喜欢音乐的孩子不会变坏，遇到说这话的就给他推荐一部电影《发条虫》。一个雨天，艾米丽心情郁闷，一个人在家做烘焙，酵母没有了，幻想着尼诺正冒着雨买了酵母送来。门铃响了，转身一看是猫咪，艾米丽委屈地哭了，自己一直在帮助别人，自己却……门铃响了，是尼诺的声音。艾米丽趴在门上听着却不回应。尼诺塞了一张纸条进来，我会再来的，说着便下楼走了。艾米丽思索了一阵，觉得要抓住属于自己的幸福，匆忙打开门想去追尼诺，结果尼诺就在面前。被艾米丽帮助过的人，失意的作家找到了自信，半导体盒的男人主动去看女儿和孙子，雷蒙琢磨到了画中女孩的表情，艾米丽的父亲也在人偶的影响下出去旅行，艾米丽也坐上尼诺的摩托车飞驰在巴黎的街头，沐浴在爱和阳光之下。尾巴，我认为电影是以余味定输赢，最近似乎很多人认为动不动就杀人刺激性强的才是戏剧，但那种东西不是戏剧，只是意外事故。我在想可以不要意外事故这一事吗？是这样了就是那样来的腔调，拍出好一点的故事吗？这是小津安二郎在其自传，准确的说不是自传，他没写过自传，是对其书信和采访整理成集的书中所说的话，我认为用来形容这部电影再恰当不过。同样的还有失之愈合导演的《海街日记》，都是没什么冲突设置，完全不好莱坞式的电影。《海街日记》是日式的，是吗？是这样了，就是那样了，是镰仓的海，夏天的风。这部则是法式的，是吗？是这样了，就是那样了，是巴黎街头的咖啡店，历史悠久的石板街。整部电影都是一些小事，小到看似很幼稚的事。艾米丽的爸爸是个医生，不喜欢的事情有小便的时候旁边有人，别人嘲笑他的凉鞋，湿淋淋的贴身泳裤。喜欢的事情有撕大块大块的墙纸，把皮鞋排好，一双双擦亮，整理工具箱。艾米丽的妈妈是一所学校的校长，不喜欢的事情有洗澡的时候泡的手指起皱，手指被陌生人碰到，起床的时候脸上有枕头印。喜欢的事情有电视上花样滑冰选手的衣服，把地板擦得亮亮的，整理手提包。其后艾米丽进行五讲四美三日爱的时候做的事也都是些小事，小事最能具体的找到幸福感。我一个爱好貌似是大部分人没有的，就是做家务。做家务对我来说真的是爱好，是最能让我感到放松的一件事。把乱糟糟的房间整理好，鞋子洗好擦好排排好，把脏衣服洗了晾好，把干的衣服收起来叠好，这里面最大的乐趣就是经理的过程。经理是两个字要分开看，经过和理顺。经理的过程是非常有意思的，一般意义上公司职位的层级简单来说可以粗略的从低到高依次划分成实习生、专员、经理、总经理、董事长。这些职位从低到高的区别是什么？核心其实就是经理的范围和能力的提高。实习生被使唤来使唤去端茶倒水，还没有经理的能力，或者说是最初级的，
比如上司给了一条指令，帮我倒杯咖啡，指令进入实习生的脑子里过一遍 ，OK， 去倒咖啡，给上司送过去。指令是如此简单，经过之后并理顺，直接执行。到了专员就是单核处理器，指令说卖出这部车。收到信息后，根据客户的年龄、购买力、喜好各种信息，在脑子里理一下，告诉客户，这部车后备箱容积大，你们家刚有小宝宝，出门肯定要带很多东西。最后卖掉车子，完成指令。到了经理，可以想象经理是一棵树，下面分支六个专员。经理收到的信息稍微复杂一些，经过他理顺之后，交给下面执行。到了总经理，收到的信息就更多了，除了业务上的，还有财务上的、人力资源上的，都要在脑子里理顺再分发。到了董事长，虽然名字变了，其实还是这么回事，只是没人给信息了，信息来自整个社会、整个世界、整个外部环境，进入脑子里理顺理清楚目的是什么，要做什么，这才好继续分发下去。一不留神扯远了，说回小事，希望大家都能在忙碌的工作之外找找看自己有没有什么特别的爱好，虽然是简单小事，却能给自己带来极大幸福感的事儿。